一下，现在是6点多左右，我下班了。然后今天晚上不晓得吃啥子，所以说准备出去看一下，也出去逛一下街嘛。那一份那个烧鸭拼叉烧饭，对，饭了，也不晓得去哪儿耍，还是去理发店洗个头，整个发型，高兴一下。
前排的，前排那个座几号买啊？